你就把这石头路吼，当作是你婚姻路上的石头。你若是有法度，赤脚行过去洪杰的身躯边，我就会祝福你。洪杰，洪杰，你要徛在遐创啥？经过那边，卡特运如吼，若是有法度行过去，你就要好好甲铺掉的哈。嘴什么嘴？我是主持人农农。在台湾八点档的感情世界中呢，是人生最复杂的难题呀、啊，让你想都想不通，猜都猜不透。今天来到了西门町，我们要来聊聊呢，你是否会为了喜欢的人做出疯狂的事情呢？蔡玉茹，你出阿蛮鬼，在国妈面头前，你搁敢外口有查甫人安尼扭扭捺捺？阿妈，阿妈，我就是唔甘彭姐，伊留一点仔花，我就唔甘。你想过古板？阮平常时啊，比即马较热情啊。你若叫公妈看了想过欢喜，你会当摕一块红布，甲公妈看。太搞笑了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目前有喜欢的人吗？没有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有。那有男朋友吗？有。没有为男朋友做过什么最疯狂的事情？跑去找他吧。是从哪里到哪里啊？台北到基隆而已。从湖南那边到台中那边。骑什么车？摩托车。哇塞！因为那时候冬天呢，我就想说给他送个乐的吧。真的假的？哇，你好暖啊！我到底是哪一点比不过吴嘉文？你把哪里讲啊？就凭吴嘉文叫张正浩一名，张正浩这卖名是吴嘉文好伊的，这点你永远比不过伊。你提什么创啊？这一针会当让你的心脏停起。还是冒不来啦？你放心啊，我会用第二针的强心剂把你救回来。你看你奶奶生日买超过3000块的礼物，为了帮他买礼物，一整天都在外面奔波那种。哇，你暖男呢？要送你上热情、上心意、最新鲜及时出炉大大的蛋糕。吻。啊哈。KISS kiss。Oh hell no！ 跟他买一样的鞋吧？那他有发现或者是没有？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有。天堂路是那个当兵走那个吗？石头路。对对对。不要是神经病。可是你很喜欢他哎。哦，不会啊，不会，没有那么喜欢。如果考验一次的话，可以啊。就你嘞！这路哦，嘛无讲过偌长啊啦，忍耐一下就过啊。一次应该也够了。不会，要求不合理。那我不要。他现在叫我走天堂路，他以后就会叫我做别的事情啊。我无这么凶啦，是讲哦，这结婚了后，上惊就是感情的变冷。所以讲哦，这后半条的路，那石头，我已经替你用火烧过啊。如果很喜欢的话 ，OK 啊。哦 ，OK 啊，跳火圈吗？对他挡子弹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！如果是真爱的话就可以。不能跳火圈吗？对啊。可以啊，因为很简单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应该不会难吧？跳火圈呢？人员吗？没有，不会。跳火圈有点，为家人的话可以啊。啊，我不应该走了，我是走酷酷的死了。你想要死无人追啦？不好说。
我应该是跳不过去。如果我会受伤的话，也许会考虑一下。这种东西可以沟通一下嘛，看情况，跳得过去我就跳啦，跳不过去就那你就找水吧。哎。会吧，如果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话，当下可能会吧。那个时间想的话，就得跳过去，对。刚当的，那样你乖啊，那有贼人冲击啊。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嘴什么嘴。那今天的访问结果呢，就是在复杂的感情世界里啊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啊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些爱的考验有任何的想法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、订阅、按赞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Mandy 有车子。你好啊，咖啡泡啊，龟身躯。衫裤垃圾去啊！安尼就想要走，干遐简单的代志。好啦，看你是要送洗，还是要买一件新的拢会用的，我赔钱给你。赔，是一定爱赔。唔讲是赔钱，是赔我零加币。我无时间赔零加币，我就无用。唔过我就有用的啊！你就乖乖听话，交你只加币啦，哈。你想要趁我闭门进前，把你手放开哦。哎呦，我才惊的呢！我是白放，你是搞安怎？好，那安尼你才了安咯。中秋发大财！就齐啊！回音呢？回头有靠背阿弟，爱相信伊一定会搞，随时拢会搞。你想要创啥？安尼感觉无够明显，你想要抢我阿伯啊？你应该嘛无想要丢兵乓甲收牌看。卖了总共只人济，我就唔敢对你安怎。想派你来，一个无希望你离开的人。时间你要到啊，可可还是无出现。敢讲伊对我真正无感情，你在附近对吗？考考，就干这转。电话挂掉。你上好是较乖。但是你学袂来，唔拿你的受伤，正官也咪受伤，安尼你有清楚？感谢我听唔对啊，可可伊根本就无来。是嘞，我袂用甲你做伙走，保重。电话将本接到已经参加都生快开始计费。
可可，虽然袂当对我走，不过我知影，这并不代表你拒绝我。我更加无可能放弃对你的感情。我离开是暂时的，因为只要你搁伫遮，我就一定会倒转来。你等我，我真紧就会回来。